Hello， 这里是魔术达人师的达，欢迎回到我频道。最近呢，我看到在那个华山那边呢、有气球哥哥或气球姐姐，折到一个造型，我发现好可爱哦。然后呢，我就自己把它学起来，来教给各位喽。这个造型是什么呢？就是噔噔冰淇淋，可爱吗？对，所以今天呢，教你怎么做冰淇淋哦。但是呢，它结构有点复杂，好。我先跟你讲要准备什么东西。第一个260的260的黄色气球，然后跟白色的这360比较粗的360跟260的黄色气球，好，两条，基本上两条就可以了啦。然后呢，后面我有做一些改良，好，所以可能待会也会需要到其他气球。好，来，先跟你说，来，白色的上面的冰淇淋怎么做、一圈一圈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一圈一圈的怎么做呢？首先打溜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首先呢，它冰淇淋它会这样子直直立起来呢，是因为它这一段。它有这一段当做那个支点，好，所以呢，而且呢，要蛮长的哦，大概是一个手掌宽，拇指跟拇指到小拇指的一个长度，好，然后做完之后呢，这样一个长度之后呢，我们给它一个节点，好，一个熊耳节，然后呢，做一个圈圈，然后这个圈圈呢。大概我会抓一个食指吧，内圈一个食指宽，好，内圈一个食指宽，好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个长条的呢往这个圈圈里面塞，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宽哈，没关系，待会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要这么宽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圈。第二圈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给它一颗球。然后我跟你说，这颗球的大小呢，影响到两个圈圈的那个宽度。好，所以呢，先一颗球之后呢，我这个球就是一般正常的球，没有做的特别小哦。然后接下来再给它一个耳结，好，当一个节点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刚好这样子。一颗球就会是两层气球的一个宽度，但是第二层呢，我会把它拉的比较小圈一点，好，就尽量贴齐，好，贴合，那你这样子才会有大圈小圈的感觉，好，冰淇淋不是最外面都大圈，后面才小圈吗？好，所以呢，来。这时候呢，第二圈，好，就完成了。好，来一模一样动作，我再给他一颗球，然后呢，再一个耳结，好，后面感觉好像是已经不够一个圈圈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因为接下来会越来越小圈，所以呢，我们把气平均的落在剩下这一叠里面，好。这一点点里面，然后呢，把它尽量压实，好，这样把它压一圈，然后绕着，好，把气呢平均分配在这个小圈圈里，好，你有发现？这样子就有大中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过呢，尾巴不会长这样，尾巴是一个倒回来的感觉，好，所以呢，把这个头呢，在这个节点上绑起来，转个两圈，晶晶，有没有很像冰淇淋？然后如果只有这样的话，变成咖啡色的话，就很像大便。好，没有，做吃的不要讲那么恶心的事情。好，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底下的棒子。好、哦，这棒子呢，我们就要用360的。好，其实不用很长啊、哦，我稍微打得太长一点，但没关系。尾巴的部分，哎、欸，好，没关系，在尾巴里。哦，来这边一样打结，然后呢，把它压实哈。哦压实之后，因为底下是棒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只要一只手可以掌握的长度就可以了，大概是这个长度。好 ，OK， 好，自己抓啊。然后呢，剩下的呢，你这边拉长一点啊，这边拉长一点，待会我们有作用。好，来打结。好，记得哦，这边要长一点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我们要绑在这个位置，但这里有一个很尴尬的点，就是其实我们都是要找节点来绑，但它的节点就在边边，所以绑在这边的话呢，哎，棒子歪掉很奇怪，所以最后我想了半天呢，我觉得我只能在这里绑，好，就是呢，在这一只长长的，在最原本长长的这里，好，把它绕进去。看到我绕在哪里吗？好，刚好绕在那个放进去的这根白色棒子里面。好，拉长一点哦。好，因为呢，我们要在这边打一个结。但我建议打两个比较安全。好。很多同学可能会在这一个打结的部分卡很久，但我只能说多练习咯。好，因为呢，这是靠经验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外面这一圈。好，那外面这一圈呢，原本我是用260的，但总觉得就很，哎，这是失败作品。好，对，好，我就觉得好像太细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改成那个360的，那我就觉得刚刚好。然后一样，不用去算说哎要几下啊、哦，因为本来组合性的气球，哎，需要多少用多少啊、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一个你就是圈圈把它围住，好、哦，你可以抓浪一点没关系，好、哦。你可以给它抓空隙，抓多一点没关系，哦，这样子外圈才会看起来比较扎实一点，哦，大概是抓这样，哦，自己决定，哦，通常比例这种东西就像画画一样，哦，你要自己决定。基本上这样子就完成咯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哎，可能会觉得底下有人会觉得底下空空的，然后呢，它可能会摇来摇去之类的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后面这个步骤我觉得有点雅给，但是呢，对于比较完美的我来说呢，我想说再把它做结构好一点，所以我就用了一条160的。哎，我就用一条160的，再把它呢塞到这个比较浪的，哎，比较浪的里面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其实可以不用做啦，但是我就觉得做起来我会觉得比较好看一点，那个架构会比较好看，所以呢，我就加了一条小条的。先做一个圈圈，然后呢，把它一样套进去，然后刚好套在哪里呢？套在这个360的里面，好，
我觉得它整个架构呢就会看起来比较结实一点。好，所以呢我们的冰淇淋就完成咯。来，嗯哼，来这样子桌面比较干净。好，冰淇淋换你咯。